主料，海米20克，黄瓜100克，鸡蛋1个，辅料，盐2克，鸡精2克，香油，淀粉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海米提前泡发，黄瓜切片备用。锅中加水，放入泡发的海米，烧开后加入水淀粉煮至2分钟，下入黄瓜片后加入盐鸡精，慢慢的将蛋液撒入汤中，点上香油即可。烹饪技巧，要想汤中的鸡蛋成片状，再加入蛋液前先进入水淀粉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